听说皇上在宫里吃饭，每天都有几百道菜。如今天怒人怨，正款的数目不小吧，恐怕要在民间筹募。好了，就这么办。开四点龙啊！您到了苏杭，什么都得尝尝。龙啊！你就是皇上，我就是皇上皇。请他送到衙门去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像您这样的好人实在太少了。